他有时候在防守的时候还会再加一点旋转过去哦，所以球过来的时候是带有一些前冲的。他有时候在防守的时候还会再加一点旋转过去哦，所以球过来的时候是带有一些前冲的。他有时候在防守的时候还会再加一点旋转过去哦，所以球过来的时候是带有一些前冲的。